对不起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不要，不要啊！啊，这呀，哥！去拿蛇药来，不是要用糯米吗？糯米已经不管用了，那些尸毒已经散发到全身，所以一定要用蛇药把它引到伤口，想办法再把它吸出来。快去拿！哎呀，哎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嘛？这个，哎呀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走在路上啊，砰的一声，雷电交加，倾盆大雨了，那我们就扎营了。谁知道我们刚刚走进去啊，他就从那边出来了。哎呦，好恐怖哦，吓死我了。哎呦，长话短说吧，就是全部被杀光，死翘翘了。哎呦，我师弟呢？我走的时候，僵尸正在亲他呢。在哪里啊？在高树林呢。走，天天，给他包扎伤口，用川贝莲的心煮水给他喝。我跟道长出去看看。嘉乐，你留下来。为什么，师傅？那小孩中了尸毒，随时会变的。到时候你就看。去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哎，师弟，你干嘛？他已经不是人，我不杀他，他会危害人间。师弟，你怎么了？我失控。已经控制不住了，杀了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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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！不要！贫道无能，被僵尸。